一转眼，马上就要奔三，生活没有太大的改变，只是沧桑了一张脸，还是会和朋友聊聊天，他们总说希望就在前面。一转眼，马上就要奔三，日子过得有些孤单，心里时常感到不安，现实与梦想离得太远，时间何时能给我答案？三十年，最怕的字眼就是一转眼，最难忘的东西就是时间，却发现早已和梦渐行渐远。梦想离得太远，时间何时能给我答案？哦，三十年，最怕的字眼就是一转眼，最难忘。30年，最怕的字眼就是一转眼。